平整的地面上仔细看，冒出一根又一根铁钉，数一数大约有十多根，最长的有10公分，铁钉还被磨得相当尖锐，就像暗器一样，不仔细看还真的很难察觉。危险啊！人老伙啊，阮才过，还是惊咯，还是你，你都一定会去弄到的啊！弄到出代志，上面负责啊！这里是基隆教宗街221巷，附近居民停车时没发现轮胎就被破一个洞。本来就不能用钢钉啦，那而且甚至更何况哈，这个钢钉是有特别处理过。哦，那特别把头锯掉，然后又这个削得非常的尖呐。路边突然出现铁钉被人埋进地里，就怕有人受伤。里长赶紧拿出三角锥，贴上纸条，摆放钉子周围，提醒民众别靠近。但好端端的路面怎么会冒出钉子？不然每个人都在这边洗车，洗得方便的嘞。嗯。啊，垃圾都给人家乱丢了哈。啊，那天又把它压断了，害他们上面都没水可以用了。附近的邻居推测，是因为有住户在这里设置马达抽水，却引来不少汽车车主停放洗车，还把水管给压断，让住户无水可用，才反而钉钉子不让人停车。是可能这边有汽车在这个挡土墙这边停车的时候，可能有压迫到压断它的这个水管，所以他可能就是想说，昨天。这个水管有很明显有做一个修复的动作，那可能是不是在顺手就是在这个水管的周边进行了这个钢钉的这个铺设。就是这几张照片贴到基隆社群网站，引来了警方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发现案情真的不单纯。本辖教宗街向内停车时车轮罩异物刺破，经警方到场查看，发现该处一位有心人士为防止停车挡住出入口而设置钢钉，警方迅速于现场访查周遭民众，已掌握可疑相对人身份，将迅速通知到案说明，并依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已请基隆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虽然现场没有装设监视器，所以没有拍下嫌犯身影，不过有人目击嫌犯在现场施工，已经锁定身份，通知对方到案说明，这样行为已经触犯了公共危险罪，最重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